站在凳子上面吃的，他喜欢吃这个东西啊，恰恰瓜子，恰恰瓜子，每天要嗑一包。出发去芭提雅了，路上导航看了一下，得两个半小时。今天不错，这是拉客的吧？拉旅客的哦，上面有旅客。哇，这个车也够慢的啊，估计是那种观光的火车吧。你们看曼谷为什么会堵车？明明走直线走的挺好的，他非让你弯一下，掉个头，然后再走。向左转，那不堵才怪。继续直行。现在是去芭提雅的路程。路这个大概30块钱吧，东西不多。吃了一个汉堡，两个小鸡腿，我就吃了一个大鸡腿。估计是饿了吧？早上没有吃上，现在1点多钟了。看那个超酷的车有没有？哇哦！他好像是第一次来海南吧，这是身为泰国人，天哪，不是第一次来芭提雅，我他之前来过这里面，他都没有。步行街就在我们后面，知道吗？今天海滩真的非常的凉快啊，非常的凉快。他们穿的都是旗袍，都是旗袍。今天是大年初一的晚上啊，现在泰国时间是10点半钟。10点半钟。啊，吓死了。哇，这个牛好性感，有没有？这是个水上市场，直接开上来了，牛逼牛逼！有点厉害啊，有点厉害啊！这个有点那个，这个是他们这个物业贴盖的那个布。哇，这么贴心啊，这么贴心！牛逼！Thank you so much。哇，他给每台车子都贴了个布。都有，基本上都有。带他来吃火锅，小龙坎，芭提雅的小龙坎，生意特别好。是不是很贤惠？哎，是不是很贤惠？六亲不认的步伐，看到没有？行。Say something for me. Say what? 好了，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要去芭提雅，然后他要回他上班的地方了。OK, careful. Be careful. Bye bye. Your phone have power. You sure? Your phone. Enough?Mm-hmm.